首先，我向大家通报一下喀什地区舒服县疫情及核酸检测情况。截止10月28日24时，喀什地区现有确诊病例45例，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，无症状感染者138例，均为舒服县报告。为了确保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，根据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，我们今天对舒服县进行第二次全员免费核酸检测。截止10月29日19时，14人呈阳性，其余均为阴性。此次核酸检测呈阳性人员，舒服县占领乡13人，芜湖萨克镇1人，全部来自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，均与占领乡三村工厂相关联。